明天，明天我会正式向你告白，我不要再做你弟弟了，我要正式成为你的男朋友。信正正，我拿。伤得这么重呀，会不会留疤呀？刘焕熙手也太黑了。放心吧，我没吃亏。小伙子，你还是走吧，刘家你惹不起，他是我们村的首富。就他们不配跟我斗。爷爷，你为什么总是怕刘家呀？我知道这两年他们帮衬了我们不少，他们家到底给了我们多少钱，等我赚钱之后全部还给他们。姐姐晚安。一会儿去爷爷房间睡，别着凉了啊。嗯。我爷不见了。别急，我们也找。叔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记性也越来越差，白纸黑字需要我再提醒你吗？算我求求你们了，就算了吧。哎，爷爷，别求他们了，我们走。想走？欺负我们老刘家没有人？今天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一算。莹莹，你带着爷爷先走。双喜家具厂，你们应该很熟悉吧？那是我们家的。巧了，这个厂就在我信氏集团的地上。你们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，明天就让你们搬家。叔子，这里以前很美的，只是现在……姐姐，让我照顾你吧。你别闹了，弟弟。姐姐，你想哪去了？我是说，像以前你照顾我那样照顾你，姐姐。果然思想开放啊。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我的脚。那我们先上去。姐姐，你这样不行，要不我背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走。来吧，上呀。我怕你会紧张，一告白就想躲藏，当勇敢开始不知去向，喜欢在夕阳下牵着手肆意生长，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。莹莹，哎，这孩子很不错，但做男朋友啊，还是要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更合适。爷爷，我只把他当弟弟而已。爷爷，我走了。爷爷再见。走。要不你骑？我不会骑。我教你。来，放这。这样。嗯，走。看前方。我怕你会紧张，一告白就想躲藏，当勇敢开始不知去向。紧着手肆意生长，影子被时光慢慢拉长，念念不忘。哎，姐，你怎么能亲自干这种操活呢？哦，快坐快坐啊。当然是您快坐。莹莹姐，喝点水，吃点水果。哎，凭什么，凭什么顶替我的职位？我不管新来的老总是谁，我不服。你没有什么事吗？是你啊。
好久不见。听说新来了领导，我们销售部门的一枝花想约您共进晚餐。中午吧，一起。正正，你猜我今天在公司看见谁了？你大哥。两年没见，他又变得成熟稳重了。哎，这个就是你说的惊喜吗？正正，这么巧，过来坐吧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没事儿。出来吃饭，怎么不约我呢？我想补个妆，韦总，洗手间在哪？在后面。人家不认识吗？带人家去嘛。还记得这里吗？哇，还真的都是老样子啊。明天我会正式向你告白，我不要再做你弟弟了，我要正式成为你的男朋友。谁啊？我。壮壮，你先坐啊，我在做饭。壮壮，你这是穿的什么衣服呀？我看看。你是穿的你爸爸的衣服是不是？来来，坐坐坐，给你倒杯水。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啊？姐姐在做饭呢。小孩子家家送什么花呀？我已经不是小孩了。你不小孩了？那你是什么呀？啊，是什么？不要总摸我头，一点都不懂。好好好，你不是小孩了，那我们就来做一点大人在做的事吧。大人做的事，我这真的是第一次，不是很熟练。没关系啊，我教你。来，把衣服脱了，把围裙戴上。哇，姐姐，我是不是糊了？是正常的，你再加点水啊。行。正正，去开门。姐，那你这边来，我去开门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才怎么在这儿啊？韦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身为公司总裁，来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。总裁看员工还送花啊？哇，好漂亮。是不是有东西糊了？我去关火。我来。我来吧。韦总，这种小事哪能让你来啊？哇，韦总，你还有这种手艺？快吃啊！我警告你，别打我姐主意。你姐姐确实是个很好女孩子，既然你从小那么喜欢你姐姐，那我把她娶回家，给你做嫂子。